我是那个国中的优良学生，我也有选过优良学生，还有参加过书法比赛第三名，我参加台语朗读比赛第三名，台语朗读。国中的时候呢，是那个英文查字典比赛第一名，这脸皮厚啊！攻打，我一分钟打了54个。我应答一分钟。究竟妹妹还有哪些稀奇古怪的事迹呢？上课喽，欢迎我们的老师黑人助教。小虾，今天有机会让妹妹爱心一下了，我爱黑社会。好，同学们请坐。哇，今天这个单元我看。很多人迫不及待想要来秀一下自己高中有多风光了吧？你高中是风云人物吗？完全不是，我高中很土，普通，很土。那你整个学生生涯会很羡慕？学生是，对啊，学生生涯都是胖子，胖子，所以非常胖，然后走到哪边大家都觉得很讨厌那一种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最胖的时候大概要80公斤吧？没有风光过吗？完全没有，就走过去，然后人家都会这样，然后就走掉。那么夸张啊？可怜啊，我知道你有，我高中平凡不了。你们高中就很厉害吗？没有，你最厉害。我还好还好，我只是在高中的时候就代表台湾去参加国际比赛而已。亚青杯还好还好还好，还有得分王、篮板王还好。这种鼓掌 ，piece of cake。好，哎，不过我高中有好有坏。我一方面是那个可能是中华台北代表队之外，但我一方面又常常被记过。哎，小孩，因为我发觉我真的很爱恶整别人。也是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们班也是很爱摆道的。就廖北亚的那种，就我们班只要是有做一些坏事情啊，他都第一个就去报告老师，然后我们就今天就设定一个假消息，然后就要找出廖北亚是谁，然后派人去老师办公室那边埋伏。无聊哎，你们，你知道就眼线，还讲我们自己以为是那种特勤单位啊，就有人在阳台啊，假装看事情，然后就。这边可以用余光看有谁进去，有谁进去。这节课讲，下节课真的被知道，然后或者哦，第一排第一个韩吉，韩吉哎，这样子讲出来。韩吉，然后他摆到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气愤了，我就去厕所拿一个那上厕所不是有擦屁股的卫生纸，我要夹的放在抽屉里。我们班明明就是坏学生啊，然后他自己也不是好学生啊，然后我们书本都喜欢放那个里面，我把那个全部摊开，曝晒在外面，然后嘞，你在这里，老师好，来把课本拿出来，他一拿在这里，哇，我为了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不在场证明嘞，我在福利社待到上课10分钟，我才回去，然后回去之后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班上怎么空了？原来在外面一直提着笔。奇怪，不是老师数学吗？然后我就问老师，哎，怎么搞的？他说，然后我们班都不知道我已经整到他了。他说，我们班人不谁那么恶劣，把那个上过厕所位置放在韩吉那位，放在韩吉抽屉。老师现在说要踏步踏到有人承认为止。我自愿，我说老师。是我干的。我们的老师是数学老师哦，他非常幽默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恶劣？人家韩吉都哭了，我不处理不行了。不过你这次高招，可以记你大过一个。我说好。
这种行为光是记大过怎么够呢？当时老师没有第一时间把你退学，你就该谢天谢地了。对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风雨。对，好，我问一下，全校有没有做过一些轰动的事情？可是不是一件是很风光的事哎。就是那时候高三生活就是太苦闷，就想要找点乐子，然后就约朋友说，哈，没有，就约朋友说，哎，我们翻墙翘课出去好了。结果我朋友就下去了，但是我后来就翻上去的时候，因为太害怕，我就在上面不敢下来，然后就一直挂到等那个巡校的教官机过来把我救下来。因为卡在墙上，还有四个老头一直在那边。你在那边一节课，他就在那边看你一节课。北北，你可以先离开一下，平安不要。好，还有谁来？就是我参加那个学校模特儿比赛第二。哇哇！模特，哇！等一下，而且走校。好，先让他讲完，先让他讲完了。好，先让我讲。很想站起来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哪有？而且还不是，还有更夸张的是，那个我后来才发现，那个第三名就是我自己男朋友劈腿偷吃的对象。你说哪一招？这风光吗？你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？你有没有轰动全校？有啊，第二名啊。你第二名，然后第三名是他。对啊，因为他刚刚怕第二名不够丰富，特别编了一个第三名是啊。所以你是 model 咯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那时候就对啊。反正让他走秀一下。说你是怎么学校的？几年级班的？重温那时候的一个画面，来，小花 go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廖玉华，我是三年美班的。是这样，第二名 OK 吗？这样第二名啊！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参加，直接进四强。还有谁？就我高中啊，然后高一第一天上课，然后马上被教官定。怎么定？因为不是因为我制服裙改太短。哎呦！高中第一天就改，你干什么？就是。那时候就暑假去领裙子啊，然后就不要穿学校，就还自己去做，然后那种就是还改到那种口袋都破掉，就是改到比口袋还短。你上课要干嘛？没有，而且就那时候不知道想什么，然后就大浓妆。你干脆改到这算了。没有，哎，老大，我朋友之前是跟佑佑同学校，然后他就是学弟，他就说以前就是他们学姐佑佑在学校可是很不得了哦，打扮得很风骚啊！内湖，对啊，内湖高中，哇，也是名校哎。而且就我那时候刚开始那制服啊，然后都还两颗不扣，就是超恶心。然后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要是没有胸部，你也就算，这样恶心死了。就是